来这儿找到孔了，来来，你看，你现在就觉得这个酒体就是不对噶？嗯，这个口感感觉不行，我那天晚上只喝了两杯儿，是两小杯儿。23年的。我看你平时的话说的很干净，看都差不多的呀。酒没外观没问题啊。好、啊。来嘛，先整点嘛，既然你开过的了，我们就简单了噻，噶。你哦，先整点嘛。这种一般大孔的可能性大，帽子没问题。现在高仿太很厉害了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收酒的建议是一方面，太难找毛病了。一个是现在前套高仿几乎跟真酒也差不多，嗯，很近。第二个就是大孔啊这些，它味道是没对的，不对，我也觉得味道不对，不对，我觉得味道不对。王子比较好。王子比他好，看哪个王子好，真名王子肯定比他好。我就觉得跟外头喝那种卖那种王子，感觉喝起感觉差不多。普王子，嗯，啊哈，对吧？你说普王子可能差不多。普王子的价格，跟普王子的口感差不多，我觉得。这几瓶酒外观都对的哈，外观都没有问题。香味不对，香味就不对，放香不对，这个入口啊，这个味道没有茅台酒那个酱香那个舒适感，还有那个。饱满度，而且酸带涩带苦啊，不干净。飞天茅台几千块钱一瓶啊，被大家这么认可，不是这个味道。空杯留香，没有香味。这几瓶酒外观没有问题，酒体不对。来这儿找到孔了，来来，你看，这个用放大镜放，来放大镜看一下。看到没有？嗯，行了，明显。嗯，对，退回去。嗯。